不用跳，再跳。您端的我，您端的什么？您端的跳，我给你打猴子，我拿打成的材料啊。这是什么呀，大爷？料呗，荞麦的，那个在他小麦的那个的。凉粉啊？哎，我这荞麦的。第一次见这个颜色的荞麦。做的。看着跟山楂一样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也没见过，大哥。你当地的也没见过啊？这里面黑的是什么呢？黑的这个果果青菜啊。叫果果的那个果胳膊的青菜。哦，果胳膊。哎，它青菜果少一少，它就青菜。哦，明白。它臭。是。哇，这么多，哎呀，满满一碗，这多少钱一份啊？这个五最少了五块，最少五块。哎，怎么吃呢？怎么着？我找材料。啊。啊。直接就可以吃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许断。哦，不断。看一下怎么长什么材料啊？蒜汁。是蒜汁吧？蒜汁。还有一个辣椒。哦，弄个辣椒。炸一炸。炸盐，盐这么多盐，你找点，还要再来。这是蘸料是吧？哎，蘸料哦，这是蘸料，这个是凉粉，第一次见这样的凉粉啊、哦，我们来一份尝一尝。看好吃吗，大爷？这个，你不说好吃吗？我说老弱鱼啊，要不好吃，我是专门跑着吃的。啊、哦，不好吃怎么专门跑着吃啊、哦？啊，看这吃的精干啊！我们也待会儿来一份尝一尝。还要加盐啊？加这么多盐？你不加盐真多啊！加五勺盐了。媳妇儿，盐不不好吃。多，那不齁咸呢？他不是卖一泡，卖多少钱？你这还八块？八块，这么贵？按斤卖的呀？不按斤。那他八块是什么呢？六元。八块是。老粗的都多点少点的还不都不整白就反正只能多不能少。哦，那他讲的说，你说八块是什么？是一份还是一斤？我要跟他说，我家太少钱呐。哦，没听明白。这个我估计拌20分就够了啊，放了五勺的盐，再加点什么白醋啊，水，对，水啊、哦。啊，还有芝麻酱、麻酱。哦，这样啊，再倒进去。来看一下大爷怎么拌的啊！来一份儿。热啊，天热，今天汗流浃背的啊。这个刀该磨一磨了，大爷，你看，锈了。哎、用几辈了？用了几辈了？哎，老辈都做的啊。哦，这个刀也是传下来的。你看，传下来的、啊、是刀是传下来的，传下来的老我俺父亲们都是老卫生万没空。哦，我卫生万没空，那家里买料呗，你吃不到。是。没有第二家，给你卫生。没有第二家。是。你们要是知道什么？啊，老婆。啊，多来4块钱的。来4块钱的，他总是会10块钱。哎，看这个老碗啊。从以下的行吗？啊，从以下的。一年的啊，一年的，一年的。一年的。旁边就咱，我弄好我家里吃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。带回去吃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有年轻人，我多给他点就完了，我再怎么样，这还。老顾客就多给点啊。啊，老顾客。吃了多少年了，大爷？啊、吃了多少年了？哇。对。吃好年了。好几年了。嗯。哦。是。我再少跟他的嘛，你我有年龄了，都这么糊的邋遢的了。他是带去后腿，我是慢菜。哎，啊、老客户，老客户。咱那菜呢？不用上。
我俺父亲都老卫生院门口，你看咋还？哦，看这个量。哦，再给他打点料回去。哎。哦，你到家里吧，搁到，咱找了搁到那个，搁到冰箱啊，搁到那个冷藏哈，冷藏里边冻一下。咱吃没点多的那哈。嗯。哦。那个，再来，你吃这个嘛？吃在家里要用多大点？还要再来点醋。搁到冷藏哈，再搁那个。嘱咐你放到冷藏里边，冷藏一下，口味更佳。你这个结婚多的吃多的那，你这是上午吃，上午俺俩吃还不正好？回去就吃了啊。今晚就天天有今晚不到。来，给我来一份五块的。行。哎，我叫你尝尝。哎，行。你咋都没听？给你个馍馍吧。不吃了，兄弟。别讲贵贱，那是真东西。真东西。哎哎，是，这就是老顾客的评价，真东西。真东西。哦，行。不是假的。行，那我们就今天来尝一尝。娘。哎，给钱。好，可是我都溜了。哎，怎么溜？嗯，都是辛苦钱啊。嗯，那吃不是。行吧，好，你走了，好。你这个也是一天都在这卖吗？还是说就逢集在这儿？五天干一回。五天干一回。哎，我不干。哦。不能干了，上岁数了都。今年有多大岁数？72。哟，72了。你上干不能干了。哦。老一辈子就做这个。老辈子用俺父亲做啊。那就做了很多年了，你说这个。俺父亲做，我做30多年。哦，你做30多年。俺父亲做卖到老。60年了。哦，做到了有一块有60多年了。俺父亲卖到老。哦，你再传给儿子，就百年老店了。俺儿他们不干这了，不被打这个。不愿意干。哎，这个不挣钱，也就是给味儿啊。是，这一天能挣个100-200不？哎呀，70-80块钱。一天70-80块钱。哎，弄好了弄100块钱。哦。70-80。哦。你尝尝哈。行行。没见过，第一次见这样的凉粉。你看这个箱子都很多年份了，看着。哎，给透透哈。哦，这是水啊！哎，为什么？哦，重新再用水洗一下。好，蒜汁，好嘞。醋，紫林陈醋。再加上点麻汁，看，我就喜欢这种老碗，你看这种多有感觉。哎，完了，好嘞，谢谢。这种老碗啊，想买可能都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，好嘞，谢谢。哎，老式的凉粉，哎，他刚说是用什么做的，我又忘了。荞麦。荞麦哦，是。所以这个颜色就能看出来，跟普通凉粉是不一样的啊！荞麦做的凉粉，大爷，你今年多大岁数啊？感觉没有正常那个凉粉那么筋啊，它是你看稍微一夹就断掉了，哦，断掉了。嗯，酸酸的很爽口。哦，又夹不起来。夏天吃这个特别好啊，非常爽口。没有正常的，以前吃的那凉粉那个，Q 弹。荞麦面的凉粉，有机会你们可以到这边来尝一尝。做了有30多年，加上老一辈可能有60-70年的那种，清清爽爽，很适合夏天吃啊。嗯，
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大爷，哎呀，给，太辛苦了。真的是再传统不过的小吃了啊，老式的手艺，大家应该支持啊。